就十里真奇怪，水上葡萄，水面蔬菜，水里螺丝，去到一起来做啥？小小一条泥鳅怎么引出这么多热闹？科技院马上播出。你好，欢迎收看科技院。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袁立科养泥鳅很奇怪，他在泥鳅池子里搭起了葡萄架，泥鳅是在水里面，葡萄架是在半空中，他俩八竿子打不着。袁立科他究竟要干嘛呢？袁立科不是养泥鳅的吗？怎么和葡萄搭上了？说起这些，都是被逼出来的。这是因为袁立科他们在养泥鳅期间，一到收泥鳅的时候就特别难。泥鳅不好捕，但是里面有泥，它会钻到些泥巴里面去养泥鳅。泥鳅难捕是行业中一个普遍的难题，没有一个其他的有效方法，人只能把地笼放进去，接下来就是泥鳅自己的事儿了。人家泥鳅自己想钻进去就钻进去，能钻多少就只能收多少。尤其到了冬天就更难了，到冬天更加困难。它也坐在泥巴里面，它有个冬眠的习性嘛，它坐在里面动都不动，根本就没法捕捞。因为我们所都是这个通红都是捞不上几条，对我们经济效益都是很大的影响啊。冬天泥鳅卖价高，每斤比平常得贵上七八元钱，这补不上多少，有钱赚不了。明明知道泥鳅在池子里面，眼看着钱在池塘里埋着，却装不进自己的兜里，这让他很伤脑筋。除了捕捞难，袁立科他们发现用土池子养泥鳅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养出的泥鳅有股子土腥味。泥鳅养在土池里面，因为它抓泥，它有个土腥味。在土池子里养的泥鳅，因为它爱钻泥，就会带着一股子土腥味，吃起来口感不好，到了市场上去卖，直接影响到泥鳅卖价，都是土惹出的祸。当时他就想，怎么让泥鳅不用土呢？于是在2006年，袁立科完成了他的第一道改革，把池子从有土改成无土。现在我们采取的那个养泥鳅的模式，就是用利用无土养殖，就是用那个水产专用那个黑色的膜，就铺在那个池底下，这样子很方便、很容易、很快。有了黑色的防渗膜，它把泥鳅和泥土隔离开了，泥鳅没法钻泥了。平常把地笼往池子一放，泥鳅不知不觉就会钻进地笼里，很好捕捞。到了冬天清塘的时候，把池水全部排干后，泥鳅都是在池底下的薄膜上，很容易干干净净，一条不剩的把它们捞起来。
和袁立科他们预想的一样，用上无土方式养泥鳅，除了好捕捞，泥鳅品质也明显提高了。因为这个它底上没有泥，没有泥它没就没有那土腥味，没有土腥味的它口感比那个有泥养它的鱼塘那底好吃一点。无土养殖没有泥，养出的泥鳅没有土腥味，质量提高了，这样到了市场上明显卖价就高了。在冬天那茬泥鳅处理好了确实挺好的，但是到了第二年夏天新的问题出来了。无土养殖也有缺点，主要是缺点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水温高了，它没有地方躲，它没有泥桩嘛，因为那个水温高了以后啊，那个那泥鳅它就进入那个夏眠状态吧。这泥鳅不吃不喝不动了，这时他才猛然醒悟，光顾着考虑冬天收获的事儿，把这个夏天夏眠的事儿给忽略了。其实他心里面明白，泥鳅超过35摄氏度就要进入夏眠状态。泥鳅在夏天躲避高温主要靠两个方法，一个是钻泥，一个是躲在水草下。在土池子里，泥鳅夏眠的现象较少，是因为池子当中有水草也有泥，温度高的时候泥鳅可以躲在泥里面避开高温，减少夏眠。有泥养殖的话，它那个泥鳅它可以钻泥啊，它可以躲啊，温度高了以后不进入那个夏眠状态，它就能正常的生长。而现在的塑料薄膜池子没有办法钻泥了，夏天只能像原先那样种水草，只有一种遮阴方式，那是不行的。在湖南的夏天天气很热，水温很容易就超过35摄氏度，一超过这个温度，泥鳅就不吃东西也不长了，仅靠它那特殊的肠子来呼吸空气维持起生命。这个一般会维持续多长时间？一般夏天是大概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的时间，这泥鳅就是睡着，不吃不喝不长。虽然这种无土池子改革效益比原来土池子要好，但是白白这两个月浪费了，损失还是挺大的。一亩10万来条，10几亩上百万条的泥鳅，两个月下来效益减了10多万元。袁立科的饭也吃不下去了，觉也睡不好，想着一池子里绝食的泥鳅，他可真是着急上火，都快把人给急疯了。既然泥鳅热了，就得为它找遮阳的东西，肯定得找植物。可是什么植物和泥鳅最合拍呢？他一直在盘算着。一天在家中的葡萄树下，他一下就有了灵感，葡萄不就是最合适的吗？因为这种葡萄它和那个季节很配套的养这个泥鳅，因为到温度高了以后它长得很繁星。他发现用葡萄来遮阴是最好的，首先它们的生长季节合拍，这两个月正好是葡萄长得最茂盛的时候，而且在植物里面葡萄的遮阴效果不错，它的叶子又大又茂密，在上面结成葡萄架容易铺开，而且还可以年年遮阴。再说种上葡萄又能卖钱，种了一次一劳永逸，每一年都有收入。搭上葡萄架，葡萄产生的经济效益好，这又促使他有了一个灵感，把池子种的水葫芦换成了水生蔬菜。种水葫芦它也可以起到一个良好的那个生长环境，但是那水葫芦没有经济效益，我们种这个控制菜的话
它可以产生经济收益的。水葫芦不能卖钱，而空心菜等水生蔬菜剪掉以后又可以长起来，可以反复的卖钱。这对于袁立科来说可是又添了新的赚钱项目。种上了葡萄和水生蔬菜后，整个夏季无土养殖池子里基本上都在35度以下，这样泥鳅也就不会下黏影响到产量了。而且葡萄和水生蔬菜都能给袁立科带来额外的收入，真是一举两得。在新池子里，袁立科把这遮阴弄得挺好的，各方面产量都提高了。可是后来养出的泥鳅却卖不出好价钱，自己辛苦养出的泥鳅怎么会弄得这般境地呢？袁立科又被逼着干了什么呢？2008年的一次卖泥鳅让袁立科记忆犹新，人家一次把价每斤压低了3-4元，1万斤就是3-4万元，辛辛苦苦养出的泥鳅卖不上价。压价是一方面，有些客户还不想要，说是饲料喂出来的，品质不好。都是这饲料惹了祸，不但卖不上价，这饲料养殖成本还高，一斤大概3元钱左右，辛辛苦苦养上8个多月，一母泥鳅整个生长周期得投入15000元钱，这样下来一母养下来利润低，少赚上万元。虽然袁立科种的葡萄和水生蔬菜赚钱，但是养泥鳅他觉得亏，但是没有办法呀，市场得讲规律，满足客户的要求，买家不认可，不想要你的泥鳅，就算你费了多少周折，多少饲料，花多少钱都是白搭。于是他从自己这方面又开始着手，从自己的喂养方式开始思考来怎样改变。吃饲料泥鳅能够迅速的长起来，但是卖不上价，现在泥鳅又不是养在野外，不可能有那么多天然饵料给他们吃，那怎么让他们变成野生的呢？总不至于把他们放在野外去吃野餐吧，这是一个更大的门槛，逼着袁立科去想招。后面我们就想到一些那个因为泥鳅它喜欢吃那个鲜活的饵料，那个活饵料。泥鳅属于杂食性鱼类，它们在幼苗阶段爱吃水中小的浮游动物，再大点儿，摇纹幼虫、雌蚯蚓、昆虫、幼螺、蚯蚓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小活食，它们都爱吃。野生泥鳅价格高，就是因为它们在野外能够吃到那些好东西，所以它的品质比家养的吃饲料的要好。这一下给袁立科提了一个醒，能不能找一种小的活饵料给泥鳅吃呢？可是上哪儿找天天是活的小小的活食呢？袁立科的脑袋都想大了。最后旁边的养鸡场给鸡喂的黄粉虫带给他启发。但黄粉虫的那个高蛋白的吧，因为我们喜欢养那个黄粉虫。他们开始改养黄粉虫来喂泥鳅，实践操作下来，这泥鳅养出来品质好了，比饲料喂出的要多卖4-5块钱一斤，卖价也高了，但是综合算下来这成本还是有些高。泥鳅卖价总共高了4元钱，但是黄粉虫的成本得占走2元钱，虽然这里面有2元钱的利润空间，是赚钱了，但是他想是不是还可以降低成本，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活饵料。
经过对比，袁立科发现养黄粉虫不如养蝇蛆。那最后拿个蝇蛆，养了泥鳅，蝇蛆那个成本，当地的很多啊，才1块钱一斤左右。啊，为了蝇蛆，那个泥鳅非常非常爱吃，被同事都抢着吃了。长得生长速度也快了，然后品质也提高了。蝇蛆也是一种高蛋白的活食饲料，自从喂了它们，泥鳅生长速度明显增快，肉质也非常鲜美。和黄粉虫饲喂的泥鳅价钱一样，但是由于成本低，这样一算经济效益就增长了。而且用猪粪养蝇蛆还有一个好处，这也是袁立科考虑过的。那个猪粪啊，养完蝇蛆以后，我们就直接把它浇到地里面，浇葡萄，都是很好的肥料。猪粪养了蝇蛆以后是一个发酵的过程，这个猪粪就变成有机肥，可以直接用来做葡萄的肥料，不但省了买化肥的钱，而且种出的葡萄比化肥种出的可是品质好多了。你看这我们这个葡萄多漂亮啊，好大一个的，粒粒饱满，就是我们那个循环链出来的产品。被逼着在饲料上做出选择，用猪粪养上蝇蛆，这一下子又逼出一个链条，既解决了泥鳅的饲料问题，又为葡萄提供了肥料来源，一举两得。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可是后来袁立科又在池子里养起了螺丝，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原因又逼着他去这么做呢？因为那个泥鳅，吃了很多饲料，它会产生很多的粪便。如果是用土池子养泥鳅，水底有泥，粪便落到水中，泥里面生物菌群可以分解一部分。而无土养殖，水底是薄膜，无法分解。每天产生很多粪便，不断的在积累，时间一长，水质变坏，对泥鳅可是有非常大的影响。一直是水质变坏了，泥鳅会出现一些问题，会引起一些发病，像这个泥鳅啊，就是烂晒啊，烂尾啊，挑蝇了。那这些泥鳅严重会怎么样？这也严重的时候，它会造成大量的死亡。不管是病泥鳅还是死泥鳅，对于袁立科来说都是大损失。虽然池子里放了水生蔬菜，也可净化水质，但是毕竟起的作用有限，不能完全净化，所以还得增加净化力度。袁立科经过选择，放上了田螺。螺丝能够起到很好的净化水质的作用，它食性杂，浮游生物及有机碎屑等都是它最喜爱的食物，是一个很好的清洁工。我们这个30个朋友的池子产了个300球200斤，那个产生的那个粪便的话，我们每一个这么大的池子需要8斤那个螺丝，这是我们试点今天摸索出来的。如果放多了，田螺没有那么多食物吃，放太少又达不到净化水质的效果。经过袁立科的多次实验，一个池子放上8斤比较合适。把这个拿这个田螺放进去，
水质就变得非常好了。为了一条小泥鳅，袁立科逼着在水上种葡萄，水中种起了水生蔬菜，水下养螺丝，还有猪粪养的营区，一条生态科学循环有机的良性循环链条形成了。葡萄和水生蔬菜可以降温遮阴，螺丝可以净化水质，都可以给泥鳅营造出舒适的生长环境。而营区对于泥鳅来说是成本低高品质的饲料，住得好吃得好，养殖泥鳅的难题都解决了，这泥鳅自然是成本低还养得好。这就是我们那个无土养殖出来的泥鳅，就是我们生态养殖生态链里面的产品，个位大又肥，肯定很好吃。除了泥鳅能够稳赚，还由于这条生态链能够收获葡萄、空心菜、螺丝。我们现在市场卖的葡萄很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像我这葡萄都是人家抢着要的。好，非常的嫩，你看一下，挖一下就断了，而且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这么绿油油的，非常的鲜嫩。然后我的螺丝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因为到了冬天以后，这个螺丝价格非常好，很好卖的。每一个养殖种植品种最后都成为了安全的生态产品，根本就不愁销路，而这些都是被逼出来的效益。袁立科这条被逼出来的链条体现出了投入低产出高品质优的特点，目前全国想搞立体种养殖的朋友很多，也许可以借鉴借鉴其中的思路。好，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 发送到10663355索取手机报，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及农事网和科技院栏目官方微博微信查询更多节目信息，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